哎，看到了吗？有人给发消息，黄鳝这边有疫苗了，去打不打？啥时候？你不是说谁说不用打了？马上第一批结束了呀，到老板不是说不让你打呀？什么？谁管着了？你必须6月9号好像是第一批打完，以后得到7月份才能打第一批的。咱第一批咱都没打，赶紧看了吧。去看看还有没有？去打上。能打就打上，之前不想打，这因为排队排太多了，也没时间。今天周末，走，快。那我换个衣服。还要换衣服打疫苗？这样也行啊，媳妇儿，再不走天黑了，打完了都。你换衣服换半天还没换完啊？我找你那年给我买的那个吊带儿。你这穿的什么？我穿的吊带儿，我找你那年给我买的那个开衫儿，怎么没找不到了呢？什么开衫？我买那个呀。去打个疫苗，你现在穿什么吊带儿？你赶紧穿个衣服不就去了吗？这样不是方便吗？方便，那别走了。找到了。你刚才那个短袖就很方便，路上的事。你穿个吊带儿干什么？你弄的你太。不行。这前面这太性感了吧？你这。哪有性感？这个前面不合适，你前面的它一低呢，太低了，曝光了，走光了，赶紧换了，快了。短裙不让穿，吊带不让穿。你这叫什么吊？我看你直接不挂吧，挂个挂个什么？这是。这个就是这么设计的。什么时候买的？赶紧退了，退货。早就买了，不一直也落不着穿。我先今天哎呀，打针不是方便吗？方便的外套别穿了。喂，这能行吗？再换回去啊！换回去，快点！你这个人呀，你真的是醉了。不是，我是醉了。你打个疫苗，你换吊带干什么？好了，走，赶紧的，脱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。你赶紧的。喂，弄那些衣服我不穿吗？穿啊，你在家穿是吧？穿什么？哎，在家里穿。不是你平时外面的衣服。啊，行，外面出去穿行。谁？赶紧的，赶时间，你现在就换不完了就，换个衣服半小时。走了。你干嘛呢？好丑呀！之前，滚！之前一直没有去打，排队的人太多了。今天7点多了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还有没有人，和还有没有疫苗。出发，小韩同志，我的老司机，现在都7点多了，还有这么多人。白天。填单子，那你先去拿单子，你去问问在哪儿拿。我不要。哎，先去买的口罩。来，给我带了。来的早不如来的巧，最后100只，看我们能不能排上。可能会有不良反应，就看你中没中了。这咱们就拿药来，就拿着他再去拿药。打完再填个信息，观察30分钟。又去挖了，咱不吃饭了，直接去挖沙行吗？啊？半个小时结束了。走。没有任何不良反应。走，回家了，天都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秒妈妈。今天星期天，我们这边临沂得有30多度的天气。35度。然后在家里，他要开空调，我不让他开。因为在家里其实一点都不热，然后我现在被他抓来逛商场蹭空调。哎，到时候你看啊，你来蹭空调的这个钱还不如在家里开空调呢，出来还要吃饭，然后再买点东西，有点亏大了。爱就慢呀。你找什么？你找金子呢？你趴着呢？找好看的呀，不都在里面。
你看这俩小孩玩上那玩具了，把那玩具不买放下哈。啊，快钱。哎，吃什么啊？上刚上来了。你来请我们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哎呀，这话让你说的。想吃什么，行了吗？刚才说海底捞你不吃，你一次也没吃过。带你去吃海底捞吧。不吃啊？海底捞吃一顿我们一个星期的生活费。吃哪个？吃这个。来。儿子，今天想吃什么？爸爸请客。行，我要吃这个。不是这个章鱼。可心。是这个。可心吃什么？可心。一会儿就来勺子了。儿童套餐，两个小孩都快8毛钱，一个人7块钱，多划算。难怪你选这个，这个儿童套餐便宜啊。啊，请求点啦！今天你请客，你说了算，你来点吧，老板。嗯。大家想吃什么？点吗？先把两份儿童套餐点了。嘿嘿，太白了，你好白呀你，这灯光把你给打的变成小白脸了。用你的话说，要不得来点硬菜。什么表情？多少钱？小松鼠我还没点啊，行，你的鸡我没给点啊。123，123会员101，充会员。那肯定充呀，省20多块钱。20多块钱，又是20多块钱，好。哎，为了省10块钱的空调费，你上这儿来花100多。刚才为了省10块钱再充个会员的。可心今天这么漂亮了。你看，我看这个，这个环境漂亮，桌子你看到吗？再重新说啊。啊，人更漂亮。你看这两个吧。买什么有啊？就自己请我自己吃了一个面筋。就买一个，拿着我手机自己请自己吃个面筋。这么会说你？你不是不吃吗？我不吃啊。那就是我们在平常在上海吃那个，我们在上海叫白斩鸡嘛。你看成都的这棒棒鸡，好吃吧？那个香辣粉那个。妈妈面条。嗯。呀。啊。啊。你点的菜齐了。啊。赶紧吃吧。我看着儿童套餐，对吧？可以。8块8。可以，儿童套餐可以。还有现在儿童套餐。小酥肉，这酱的辣椒面，小时候味道太好吃了，第一口给你。小酥肉太好吃了，好吃吧？这辣椒面好吃。可心，吃的是什么啊？可心，咱也玩哈。走。可心啊，慢一点吃。我再给你买个，两个小孩蒸那个冰激凌，我再去买一个吧。啊？够了，你太会过了，你这。一个人太大了，你买了就吃不了。行，回家吧。吃我喝足了，回家吧，要玩了。啊，凉快了吧？